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在购车的时候会不会非常非常介意税金的问题？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非常省税金的 1.0 Fiesta， 让你的税金省到了最最最最极致的小钢炮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坛雷声永春汽车阿乔。今天在我身旁的这一台小巧可爱的小车，2015年的福特 Fiesta。这台 Fiesta 通过我们的验尸认证，同样可以享有我们 SUM 的五大保护。那它除了通过认证之外呢，里程数也仅跑91000多公里，是一台非常漂亮的美车。待会就让我们慢慢的跟大家介绍这台的内外装吧。看一下我们 Fiesta 的整个外观有没有什么擦伤啊、磨损啊之类的。首先，可以看它的灯具还是一样的非常明亮，它的灯具从叶子板一直往前延伸到了这边前保险杆的地方。因为 1.0 是我们单一的版本，只有一个运动版，所以是整个到顶配，给你了 Moment 的 IT。 驾驶座的门没有防伪标签，以及它的胶条已经软化，代表说这个车门是有换过的。我们就是诚实的跟各位消费者来讲，这个门是经过更换的。除此之外，其他都是原版件，顾得非常漂亮，就是那个驾驶座的门有做过更换，车漆都很漂亮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擦伤啊、损坏。虽然 Fiesta 是一台 1.0 的小车，可是它的后行李箱也不马虎哦。这后行李箱可以说是比小鸭那一类型的车子都还要大咯。再来，它有支援椅背的6/4分离倾倒。来看一下，一边倾倒的状况下是这样，那两边都可以做相同的倾倒，让你如果要载东西的话也非常方便哦。带大家看一下，首先非常重要的里程保证，91450公里。再来，方向盘上面一样有着快控键，非常方便。前方这边呢，则是有 push start 引擎启闭按钮，卫星导航，问君定位完成，卫星导航，还有数位电视。这个萤幕虽然不大，可是功能却非常多，因为它还有着倒车影像，非常清楚的倒车影像。那再往下呢，则是有我们的恒温空调，而这个变速箱系统呢，是手自排变速箱，在排档的左侧进档跟退档的按钮。今天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了这台 Fiesta， 如果各位观众对税金有非常高的要求，或是你的预算不是太多的话，选它就对了。欢迎来电赏车，阿乔都在店为大家服务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